晚上好，大家。晚上好。Hello，Hello，Hello。Hi Austin，Hi 钟佑，Koichi，Hi 周康。晚上好哦，很开心看到你们诶。好美的晚景，是吗？我今天没有在马来西亚哦，你们猜猜我在哪里？猜猜我在哪里？我今天在一个，猜一下，这样可爱，这样可爱的，太诱人了，麦克 ，Hello，Hello， 所有新朋友们，等下呢会跟你们介绍一个好玩的游戏，给你们猜一下我现在在哪里，我不能移动给你看，因为我这里已经放着我的灯。其实我现在人已经在印尼了。有的人在印尼，现在已经在印尼的这个酒店里面了。然后刚才呢是才刚刚 sound check 完了，刚刚 sound check 完，所以呢现在就刚刚回到酒店来跟你们来直播直播一下。Hi, I'm in Indonesia. Yes, I'm in Indonesia. 然后今天呢要跟你们就是介绍一个好玩的游戏，就是那个宝宝牛牛，我们好久不见了 ，Hello！ 你们有看到我下午 post 的那个宝宝牛牛吗？哦，对，我下午 post 的那一个群，刚才看到群感觉太乱了，所以今天换了一个新的 channel。如果你们有兴趣玩这个宝宝牛牛的游戏的话呢，你们就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连接加入这个 channel， 然后等下我会教你们怎么玩哦。你们知道宝宝牛牛是什么吗？它就是一个 Telegram 牛牛的游戏，在 Telegram 里面去玩这个牛牛，懂吗？新年玩的那种牛牛，玩那个牌的。Hi Kenyo， 不是印度，我在印尼，不是印度，我在印尼哦，不是印度。Good evening。有人玩过牛牛吗？你们新年有没有玩牌玩那个牛牛的？有没有来自马来西亚？嗨，马来西亚的朋友 ，Hi everybody, I'm in Indonesia now, and tonight is the first night in Indonesia. 越来越漂亮，谢谢。好啦，今天要跟你们介绍那个。我下午跟你们介绍的游戏就是那个宝宝牛牛，它就是呢，你们有听过以前的微信牛牛吗？那是以前用微信玩牛牛，然后现在呢是用 Telegram 玩牛牛哦。然后用 Telegram 玩牛牛要怎么玩呢？印尼，对，可以去哪里买牛？我写着还没有出哦，还没有出。OK， 我先讲完这个游戏。这游戏呢是我最近都有在玩的，因为它蛮容易的，然后又觉得还蛮好玩的。它是用 Telegram 呢，就是在 Telegram 群里面来玩牛牛，来玩这个牛牛。然后一开始呢只需要充值一个，它有200块，需要充值一个200块马币呢，然后就可以开始进入这个游戏厅。然后游戏厅的三变六，对，就是那个三变六六变三的那一个，所以它的最低充值只需要一个200块，所以你们可以玩一个小小200块就好啦。你们可以玩200块充值了过后呢，我教你们怎么做。如果你们有兴趣一起玩的话呢，你们可以先加入我上面的连接，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channel， 然后里面呢我有 tag 一个我的那个我的私人号，所以你们等下呢就可以有兴趣玩的话可以 tag 我的私人号，那边呢会负责帮你们去做这个充值，会帮你们做充值，所以它最低的那个充值呢是马币200块哦，马币200块就可以进入这个游戏厅一起玩的，所以就非常简单。然后我也会在里面跟大家一起玩哦。印度好危险啊，不是印度，这里是印尼，我来印尼这里打歌。然后我先 show 给你们看，我已经有玩了一段时间，它还蛮好玩的。这个就是你进入游戏厅以后，我是不是要关暗一点，你们可以看到。噔噔，这个就是进入游戏厅以后，就是你有充值了以后呢，我就会把你加到这个 group 里面去，这个 group 里面去呢，然后就可以开始玩了。你可以看到他们，
OK， 现在有人坐庄了，每个人都是可以坐庄的，每个人都有抢庄的这个机会，只要多少可以抢庄，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只要你里面有几百块就可以了。然后呢，它的那个它的玩法是这样子的，就是以我简单的了解，就是如果我今天下一块，那么我最大可能我会赢一个18倍，那就是18块。那如果我输的话呢，我最多会输一个18块，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它最多就是18倍而已，就是18倍。所以呢，你们可以玩1块钱、2块钱这样子都 OK 的。总之还是充值，一定要充值一个200块最低。是哪一个？我是马来西亚人哦。然后给你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一个新款的宝宝牛牛的这个 Telegram 游戏，就是在 Telegram 里面就可以玩牛牛，而且重点是它可以让你赢一点小钱，就可以让你去吃 cafe 啊，然后可以让你买一点东西。它不会赢很多钱啊，因为我只是玩一个很小罢了，我可能只是玩一个5块10块这样子而已每一场，所以呢它算是一个消遣活动，算是一个娱乐这样子。Mega 888不是哦，不是 Mega 888。那时候有电话耶，等下才接吧。你中文好红，中文好红。Hello。它不是 Mega 888，它不是赌网哦，它是那个。它是 Telegram 的一个算是什么 Telegram 游戏吧，它就像是我们新年就是在家里跟大家一起玩那个牛牛的，用那个扑克牌，它是差不多一样的原理。我去改掉电话有点吵。什么公司的？这是什么公司的？这个是，它就叫宝宝牛牛啊！那个电话很吵，都疯掉了，想关掉。等下我关掉一下前那个电话。他一直打电话来，无法专心，应该是我的朋友在 order 那个食物。 OK， 我继续跟大家讲解一下。总之这个宝宝牛牛呢，他就是在 Telegram 玩的一个牛牛的游戏来的，就是线上的牛牛。然后他不是赌网来的，他没有其他的游戏，他就在 group 里面大家是可以互相交流，我们都可以一起玩，然后可以一起下注。然后下注也是下小小，就是好像你可以下1块、5块、2块、3块，或者是10块都可以。最大可能你看当时的庄，它最大上限给你下到多少，那么就是多少。可是我都是一般上都是玩一个10块啊，最多15块这样子。明天红包还有，明天我有送红包哦。那个在群里面再讲，我今天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游戏来的。OK， 总之它的方式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就是有跟我的上面，你加入这个群里面就会有我的这个 Valen 的名字，你点进去呢，然后私信跟我说你要一起玩，那么你要一起玩的话呢，就要充值一个200块马币，只需要一个200块马币就可以了，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游戏厅，就会加你进去 Telegram 的这个游戏厅里面，然后你就可以游戏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看我们就会写这111就是代表它是下一块钱马币，然后有些3块，有些10块，就是游戏厅里面呢会有很多人都一起在玩。OK， 然后他倒数10秒，叮叮叮，不能再下注了。OK， 这一场就 close 了。然后呢，就会写，有多少个人压了多少注，跟你的名字。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等庄家喊一了，过后就等这个玩家 TNG 红包，它是可以让你拿 TNG 红包的。
TNG 就是 Touch and Go， 你点进去这一个TNG 红包里面呢，就可以知道你的点数是多少。等下我示范完一次给你们看。你的群都要收费了吗？这个是不是说我的群要收费，只是这个要玩这个游戏厅的话呢，你一定要有充值它才可以玩，如果没有充值的话是没有办法进这个 Telegram group 一起玩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玩这个 Telegram 牛牛，就是可以赢一点小钱，赢一点吃饭钱的话，没有不会大赢啦，但是就赢一点小小的钱，因为也只是用一个200块来玩玩的，也就当作很像新年大家一起开台这样子，一起庆祝新年再玩这样子。的群都收费了吗？OK， 然后就是非常简单，你们就是加入我上面的这个链接，这个 channel， 这个 channel 里面呢，我就会有 tag 我出来了嘛。那么你如果有兴趣玩的话，你就可以私信我说你要充值，充值呢最低就是200块。OK， 充值好了过后呢，我就会把你加进这一个游戏厅，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哦。给大家一起玩，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觉得我的解释能力有点差，但是你们听得懂就 OK， 你们仔细听，用心听我讲一讲。OK， 现在是大家可以下注，我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一块钱好了。噔 ，OK， 我下了一个一块钱，然后我们就等待一下，它一场差不多是四分钟。关掉这屏幕。OK， 我现在就是现场示范给大家看，这些就是其他人的下注，其他人也是下一个一块钱啊，五块钱啊，这样子之类的，十块钱，然后就叮叮叮 ，OK， 下注已经是倒数十秒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要停止下注了 ，OK， 就可以看到，哎，我刚刚有下注，我下了一个，我的名字在哪 ？OK， 我压了一个一块钱。Okay, 所以现在我玩一个一块钱，然后看我们这一场是会赢还是会输。不一定了，不一定会赢也不一定会输。因为我 try 过目前好像是之前好像都是赢的状态。OK， 它现在跳出来了这个红包连接。那很简单，它这个红包连接呢点进去呢，它就是Touch and Go 的红包来的。OK， 我就点击领取。OK， 它就会跳去我的那个 Touch and Go 里面。OK， 就进 Touch and Go。赢的几率高吗？我觉得是 50-50， 它就是 50-50。它是不会对你的 Telegram 有什么风险的，这个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它 link， 它给你的 link 呢只是给你我的这个登录过期了。勾勒勾勒，我这个手机没有登录我的，没有登录我的那一个，我先登录看看，看下来得及没有？就是你一定要有 Telegram， 你要有 Touch and Go，sorry， 你要有 Touch and Go。If I win, what can is it your friend? No, it's money. You can win money. 然后你赢了，你不想玩过后呢，你就可以跟客服说你要提现。看一下落印得到没有？为什么他选过要是没有他选过，要是没有他选过就玩不到哦，因为他是用他选过来接收这个红包的。啊，我登录到了，耶！我登录到了，看一下能不能。点慢速，你玩什么？我玩的是宝宝牛牛，还是新款的，在 Telegram 的。我已经超过时间了，应该是我刚刚连接那个他选过，然后太慢了。这样子我看一下，这样子应该就不算玩到吧？再看一次。
OK， 再来多一次，我现在一样下一个一块钱，我现在已经登录我的他选购了，刚才做了一个错误示范，我没有登录我的他选购，所以我收不到红包，所以应该刚才是被取消资格了吧，我看一下，对，刚才是超时，所以就没有算。好，我们等待一下，等待，你在酒店，对，我在酒店这里，这个是印尼的酒店，他们的招待超级好的，他们酒店真的是超好。如果不想玩过后容易提现吗？你里面至少要有50块就可以提现，至少有50，最高记录到多大？因为我都是玩小小，所以我最高记录都是赢个最高200多、300多，除非你是玩大一点，他才会赢得多。这是肯定，因为他赢他就只会最多18倍啊！等下我要拿这个红包先，不然等一下就超时了，好像没有注意超时。来来来，祝我这个好运！我刚刚下了一个一块钱，然后看我会赢还是输。OK， 来了，这个他选购的红包链接已经来了，我就点这里，然后点领取这个红包。希望不要再出错，好慢哦，怎么办？玩什么？我是玩宝宝牛牛。那我的他选购好少钱哦。OK， 开红包，开他送红包。OK， 我拿到一个 0.38， 这个就是我的点数，可以0.38、8、9、10、11，所以我是一点是吗？好像是一点。是一点038，所以038呢，我就要把它打进去我的这个 group 038，我拿到038这个点 ，OK， 打进去了。我一个是要看庄家是多少，因为我现在拿到一点而已，我现在一点。这边发红包，说这边发红包非常的顺利，就是超多人领取，应该不到一个小时，差不多就完了。如果我们已经送超过原本要送的了。OK， 来我们看一下，希望是庄家没有这么高，希望庄家一点，对，少过三点就是等于是自杀，就是直接是没有的嘛，就是直接是输了，忘记了，对对对，少过三点就是直接是死了，所以我的一块钱就浪费了，又拿的太小了，刚刚的红包，什么？你要什么？啊，房卡，哦，你要房卡。可是对，台湾的话目前就不行，只能够就是马来西亚。OK， 好，出成绩的，他这里就会出成绩。我的成绩 OK， 我输了，因为我少过亿，然后就看庄家是几点，然后看我需要赔多少。OK， 他是457，他是牛气，所以他是七倍，所以我输了一个7块钱。我下一块钱，然后是输了一个7块钱。OK， 下一轮，我先下一轮先。OK， 现在这轮下一个2块啦。我希望我这一轮可以赢啦，可以祝我可以赢，我下一个2块钱，自己一个人啊，还有我的一个朋友有链接，有哦，你们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channel， 我的 channel 里面呢，你可以私信我，如果你要玩的话，上面我的那个 channel 里面呢有 tag 出我的那个 telegram 的小号，所以你们可以点击进去跟我说你要充值，最低充值是200块哦，最低充值200块钱。OK， 最低充值200块过后呢，就会把你加入游戏厅，就可以一起开始玩啦，然后我也会在里面一起玩，然后你都可以看到，诶，有蛮多人在一起玩，里面也可以就是讲话啊这些的。OK， 现在等庄家发红包。祝我好运！对，我刚才已经输了一个7块8块，输了一个8块钱。刚才输了一个8块钱，这个有链接就在上面哦，链接就在上面我的 channel 里面，你找。如果你想要玩的话，就是真的是有兴趣玩的话，才就是私信我过后呢，充值以后呢，我就会加你进游戏厅。OK， 现在有红包来了，现在先点击。好，我再把它点进去。
他就会收到一个他选购的红包，祝你发财，希望我可以赢，不是很多钱啊，一点点小钱，因为他最多是输18倍或者是最多赢18倍这样子，他中间可能你会有赢一倍两倍三倍四倍都有可能。好，我们来看一下，祝我可以拿到高一点，114456 OK， 这是6点吧，6点就是加起来1加1加4 OK， 我把我的点数打进去 group 里面，不知道庄家是多少点，这庄家多少点啊，庄家是多少点呢，不知道，现在里面好多人。印尼会热吗？哦，印尼的天气我觉得很多那个 pollution 就是很污染，只是到时十秒有超速一律算输。 OK， 所以你们要注意哦，到时候你们进去了一定要及时抢红包哦，如果超过时间没有抢红包的话就等于是输了。晚上11点了，上网时光，对呀，我们可以一起玩这个牛牛的游戏。45哦，庄家好像是5点，如果中间是5点的话，我就赢了，我多一点，我6点，耶、yeah, ！真的吗？太买是不是？还没有，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还没有公布。希望我可以，希望我可以六六大顺。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在哪里？有没有赢呢？我的名字在哪？找一下我的名字。诶，为什么我找不到我的名字呢？等一下，看太多信息了，找一下在哪里。666这个多喝水，还有口罩哦，这里都没有戴口罩哎，他们都没有啊，有，我看到我的耶，哇，我乘你们的，乘你们的好运，我赢了11块钱，就是我刚下的是2块钱，然后我现在赢了11块，耶，我把我刚才输的已经赢回来了啊，呵呵呵，他就是这样子啦，因为我是拿到了。牛，我是拿到了6点，然后庄家我看一下庄家几点，刚才那一轮的庄家是5点，庄家是5点，所以就我就赢了，他是牛五小，然后我是牛什么，我是牛六，所以我赢了一个6倍，以此类推哦，就是好像我下一样，我下两块呢，2块六倍，12，大概是那样，就是12，然后我就赢了一个11块，就是这样子，看你赢几倍，你不是赢3块，这样你赢了11，对，我赢了11块，就是我用了2块钱赢了11块，呵呵，是很小啦，但是如果你下大一点的话，你就可以赢多一点，如果你觉得太小的话，你可以下大一点的，我是玩爽爽，所以我就下一个2块3块，我现在来 try 一个，你们觉得我要下多少钱呢，来，你们帮我决定一下我这一轮要下多少钱，快快快快快，诶，他已经哦，他我要等下一轮了，你们觉得我下一轮要下多少钱，你们帮我决定一下，10块钱啊，好，希望我10块钱会赢，不然我会有点心痛。嗨，人的顺顺5块，要5块还是10块？大家，你们觉得下一把好会不会有好运 ？All in， 不能，我不能 all in， 我最多就是下个10块。你输没有算了吗？没有输，刚才前面原本输了一个7块加1块，原本输了8块，但是最后刚刚我赢了11块，所以就已经补回去了5块，5块吗？好的，这么多人说5块，好，我们等下一轮，因为他们还在玩着，我刚刚已经错过了，
五块。我看多数人写多少哦，我就下多少，十块，一万，我没有一万，我里面没有一万，我下不到一万，十块。好，那我就下十块，等下，希望可以好好的赢一把五块，下个十块来试试手气，因为现在在直播里面，然后你们又帮我助力一下，帮我打气。OK， 我等着有人做庄先。你们如果要做庄要抢庄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听说就是做庄的话，他赢的几率比较多，会赢蛮多钱的。有双倍有啊，他这个是最多18倍的，你可能会赢18倍是最多，最或者是输18倍是最多。就比如说你下一块，你最多赢18块，或者最多输一个18块，中间也可能是看你拿到的点数跟看庄家的点数是什么，就有可能也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七倍、八倍都有可能。所以它很好玩，是因为它是在 Telegram 里面的，然后还是好像小小玩可以消耗时间。OK， 现在最低下注是一块，最高下注是18块罢了，所以我下一个10块钱来。OK， 跟你们说的10块钱我打上去先。Yeah， 10块钱，如果对子12倍，哦，对子的话12倍，我对这个东西比较不懂，但是他们一出那个成绩，我就知道我自己是赢还是输。明天100块也是自己花了呀，自己花了呀，是什么自己花哦？那个你拿红包的100块，那个 Win Boss 是可以任你们花的，可以任你们在里面玩的。对着两个数字重叠，哦，两个，如果你抽到两个数字重叠的话，你的那个他选购的红包 OK 就会可以赢得这个对子，对子的话就是12倍，12倍就很多，你没有玩过牛牛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好，我在等他的那个红包的链接出来，加油加油！我下十块很紧张了，现在加油，刚才现在一块两块而已，是下一个十块了，希望我的十块可以翻倍回来，这样子我就可以再送更多的红包给你们。等待，希望可以赢一个，我不求大赢，就是小小的赢就可以了，可以吃一餐就可以了。我下了十块，来，准备 ，Are you ready？ 顺子13倍哦，如果有顺子的话，13倍就是123456789，或者是567。OK， 然后好像是有拿到一个几个号码，他们还有就是另外额外送奖金的，如果是很美的那个号码，好像是三个一样的数字才会有。等他们发红包。 OK， 好，红包的链接出来了，可以要赶快按一按，可以按了点击就会领取他选购的这个红包，他选购的红包都是给你们的哦，所以他都是直接发给你们了的。三个数目一样的话18倍。OK， 这是上一轮的，我现在等着我新的这一轮这个红包。OK， 红包来了，大家来祝我好运。来开一下这个红包，是的，一起看。我是哭了，002是两点，因为少低过三点就是等于是直接是自杀了，就是直接是不够点，不够点的话就是肯定是输了的。看到我002就要打进去，然后看一下可是这个一定输，因为低过三，你抽到低过三点呢都是等于直接会输。晚上好，报纸，哇，你们还比我厉害玩耶，报纸我都不懂这些，我只是会看赢多少钱跟输多少钱而已。OK，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玩这一个Telegram 的妞妞的话呢，你们就可以直接点击上面我的这个 channel， 这个 channel 里面呢有兴趣的你们才加入吧，有兴趣加入过后呢，你们可以点击里面的，我看一下里面我有 OK， 里面就可以点击我的这个
我 tag 出来的这个私人号，你们就可以点击我的私人号呢，来帮你们做这一个上粉，就是充值啊。充值的话呢，最低充值是200块。对不起，令你输钱，不用对不起，只是玩那个小小而已，等下可能就赢回来了哎。要抱着好的心态，我向来都是抱着很好的心态的，所以就算怎样都什么、啊？我看一下我最后是怎么样，我的结局应该就是输钱刚刚，因为我已经爆了。看啊，我看啊，的名字在哪？哇，太多人玩了，我在刷我的名字。看一下在哪里。哦，对，我哦，因为我是自杀了，我可能庄家很大，所以我输了一个60块钱。不会看最好，这东西可以玩，会不会做手脚的？哦，不会，它是没有那个，完全没有做手脚。我推荐你们会玩的这些游戏呢，都是它是没有带那种骗的成分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放心的玩，它都是50-50的几率来的，是看你抽到什么。不会看最后，给我再下一个10块吧，来得及吗？倒数10秒 ，OK， 给我下一个10块，这一局看一下现在有没有运气，今天下一个10块，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赢回来。OK， 所以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可以一起在群里面玩的，红包是随机发，对，红包是随机发的，所以我们是不知道红包会发到多少的，就好像我们平时抢那个踏雪购的红包一样，它按随机，它就是随机发的。OK， 等待拿那个红包。网民福星高照，你的网民吗？有谁已经加入一起玩了？因为你们可以一样在这个游戏厅里面跟我一起玩的，就是我也会看到，你会看到我下注，我也会看到你下注，这样子。它是每天的三点就已经是营业了，然后到半夜的3点这样子。福星高照记，有一台但是戴口罩，不知道是你是吗？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戴口罩诶。OK， 现在已经换人做庄了，感觉好像做庄比较划算。庄家谁都对，庄家谁都可以做，就不是管理员做庄家，所以你想要做庄家也是可以的。OK， 红包连接出来了，查看一下我的红包，等待中。所以都是玩家对打，没有，你还没有 send ace 给我， send 什么 ace？ 哦，充值的那个链接对，充值对吗？你是要等下会回复你哦。OK， 我点进去，这是上一轮的，看一下这个。0001，1号。一号就代表我是直接自杀了。为什么不做庄家？因为我现在在直播里面，然后我就做庄家，好像我怕我太紧张。打个001，吃醋男人的浪漫什么来的？超级女神。女神好，嗨家好，您是庄家 ，OK， 我们再等下一轮，希望下一轮可以会好一点。笑死，我也是，你们要帮我再努力一点打气好不好？我今天的运气不是那么的好，酷，现在今天很漂亮了，谢谢。明天要去拍一些印尼的景了，看一看下一个。OK， 所以今天呢，就是介绍你们这个宝宝牛牛的这个游戏，然后还蛮好玩的，就是它每四分钟就会刷新一场，每四分钟就会刷新一场。再说一个，
对啊，每四分钟就是刷新一场，所以呢，里面有很多的玩家跟你们一起玩，然后你也可以自己做庄家，所以呢，不用担心有那种会不会有作假的问题是不会有的。Frankie 嘛，其他的游戏厅我就不确认，但是这个的话是。这个的话是不会有作假的问题的，而且发这个红包呢，都是 Telegram， 不 ，sorry， 都是他选过那边随机发的。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就可以 ，OK， 点击上面的 channel， 我的 channel 这个宝宝妞妞的 channel， 然后进去里面呢，就可以点击我的连接。可以点击我的，不是连接，是点击我的这一个私聊，这边可以私聊我，我有 tag 出一个我的私人号了，所以你们可以点进去呢，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充值最少200块哦。这边 DJ 大厂哦，我打的是一个它是 dining and bar， 这样就是有的吃东西的一个 bar 这样子。然后呢，我今天去看它是蛮漂亮的，它那个场还蛮大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看到我的海报在最外面那边，真的是超大个的海报。看下一场了没有？啊，下一场了，我要下一个十块钱。好，我下了一个十块钱。10块钱，祝我这一次可以赢一点点就好，不要再拿少过三点了，很伤心耶，抽到少过三点。You need a BF， 我需要一个男朋友吗？大家等你们介绍一下，等他们，我在等他们，就是发那个红包，等他们发那个红包出来。就可以开了，希望我现在想着我一定要超过三点，保佑。Samuel 高俊，换啦，冲！希望你们也有跟我一起玩哦。OK， 我先拿红包。接下来玩法就是这样子，就非常的简单，就你充值过后呢，就在里面是一直玩这一个牛牛。好，来期待一下我的这一个红包，来啦，打开一下我的红包，多少？五六七八九啊，我只有九点应该可以赢了吧。要看现在庄家是多少点，我现在是九点，耶耶，我拿到九点了，终于是吧？我算错嘛，一加五加三，九点对不对？好，一五三，我就要把我的点数呢发进去群里面，一五三 ，OK， 所以它真的是全凭你的运气的这个，全凭运这个。完全真的是凭你的运气的，看运气好不好，可以试一试。因为反正它充值不是很高，就是充值一个200块钱就可以进入游戏厅，然后就可以一起玩啦。你买多，我刚刚买10块钱哦，我刚刚下了10块钱，然后我拿到9点，应该可以赢吧，除非庄家是比也是9点，然后又比我大，可能还是顺着什么才有可能我会输。嗨，大家晚上好。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一起玩的话，一起在这个游戏厅玩的话呢，可以赶快加入我的这个宝宝妞妞的 channel， 然后在里面呢可以点击我的这一个私人账号，然后里面呢就会教你怎么样充值最少是200块就可以加入游戏厅了，就可以在 Telegram 里面玩，然后它就是抢这一个他选过的红包，来看你拿到的点数多少，来决定你是赢还是输。它大概就是五分钟或四分钟有一场，大概五分钟到四分钟有一场，所以还蛮好玩的，有那种很刺激的感觉，就是会让人有想要
玩下去的感觉，就是有空的空的话可以消遣消遣一下也是 OK 的。然后它最少是50块，你的就是 wallet 里面最少50块就可以提现了，所以不用担心它的提现啊跟它的充值都很快。看一下，帮我祷告一下，希望庄家的点数没有这么高，希望庄家点数没有这么高，我就可以赢了。哦，出出出，来出成绩了。出成绩了，我们来看一看。我觉得我应该是赢的啊！有了有了有了，我在这里，看到吗？我是牛九，就是我是九点，所以他是赢了一个九倍嘛。这个庄家是没有点是吗？为什么我赢个九倍？好，我不会算，但是我知道我用10块钱，然后赢了一个85块，然后他们平台有抽一个水钱，抽了我4块，只有赢才有抽哦，他们是只有赢，你有赢的话才会抽你这个水钱平台，如果你是输的话呢，他平台是没有抽你任何的水钱的，所以这个你不用担心。 OK， 所以我是赢了85块，耶、yeah! 我完全赢回来了，耶、yeah! Let's go，太棒了，哇哦！宽厚国雄 ，hello hello hello，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一起玩这个宝宝牛牛的话呢，只要你们有泰选购就可以玩了，有泰选购就可以了，没有泰选购的话就暂时还玩不到。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赶快加入我上面的这一个 channel， 点击上面这个链接，然后里面呢有我的私人号，点击我的私人号呢，然后充值最少200块哦，200块马币就可以进入游戏厅了，就可以进入这个 Telegram 的群组里面，然后就可以一起玩啦。然后玩了过后赢钱过后呢，你就可以提现出来，然后祝大家都可以赢钱。还要抽水钱啊？对哦，它这个里面会抽一个水钱是大概多少？它里面有写的，我有点忘记是多少了。水钱好像是一个多少了？我有点忘记了。好像是大概0.3还是0.4，赢才有抽，对，赢才有抽的，输的话呢是没有抽的。所以赢的话呢，还是抽你一个一点点的水钱，因为他们要 handle 这些 group， 所以不管玩什么平台都会有这种水钱的啦，所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然后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玩哦。还没有私信我的，可以赶快私信我，然后可以充值的，我们一起玩。等一下。写真书还在迷惑当中啊，写真书应该是有一点点好消息了，应该是不久后会上架的，所以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一下。OK。你们可以先一定支持每日充值后200会出现在 Telegram， 会出现在 Telegram 自己的账号，就是在这一个宝宝牛牛的这个账号里面，会在宝宝牛牛的账号里面，它是不会在泰选购里面，泰选购只是让你就是抢那个红包罢了，然后那个你抢到的红包，那个红包钱都是进你的泰选购的，那个就是免费送的。OK， 充值后，对 ，OK， 那么大家一起玩的话，可以赶快加入我的这个 channel， 然后私信我，我看一下，私信我，然后就可以充值，我看看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然后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这个名字留下来。你们可以把名字留下来，这样等下我在群里面玩的时候才会知道谁是谁，就等下我下播过后呢都会在里面再玩一阵子，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赶快注册哦，可以赶快注册充值，然后进入游戏厅就可以一起玩咯，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哦，要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可以在直播里面把你们的名字写给我看看，那我就知道你的 Telegram 名字是什么，才可以知道发电姐姐。电邮没有，我私聊一律私聊的东西我都是不回复的。 K 会写真大概多久？写真有效期了会告诉大家哦，
有消息的会大家都玩什么。我们今天在玩的是这个宝宝牛牛，宝宝牛牛的游戏，它就是Telegram 里面的这个牛牛 Henry Chu。然后它可以就是有空的时候你可以玩一玩，然后可能可以赢点小钱。宝宝牛牛哦，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哦，如果你还不了解的朋友们呢，可以就是点击我的 channel， 我 channel 里面就是有说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来的，然后怎样玩，怎样充值，它就是牛牛你们有玩过吧，就新年玩的那一种，它就是搬到 Telegram， 它就是一个线上的牛牛，然后它就是一个 group 这样子的，一个 group 这样子，然后大家在里面玩牛牛。有人来了，等下，好像是我朋友进不来。Garam ada di dalam sini. Oh, garam ada garam. Okay, thank you. Untuk pembayaran mau gunain apa? Card boleh? Card boleh, bisa. Nothing. 这里是酒店，对，我在酒店里面，然后我刚刚因为我点了一个这个点了一个水果盘，所以他到了，然后我朋友又不在，不懂去了哪里送夜宵，不是，这个是啊，这里因为我们有时差，这里呢它慢马来西亚一个小时哦，这里慢马来西亚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这里其实才十点多，应该在马来西亚的话就已经是关了的那个时间。噔噔，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水果盘，水果盘是我超爱吃的，我每次去任何一个酒店都会点他们的这个水果盘。写证书为什么会改那个名字，写证书为什么改那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你好，期待你的作品。 OK， 这我差不多也是要下播了，所以呢，你们如果有兴趣玩这一个宝宝牛牛的话呢，就这个宝宝 Telegram 的宝宝牛牛，就是在 Telegram 里面玩牛牛，有兴趣要一起玩的话呢，等下播后呢，我现在都会在线跟大家一起玩，你们可以赶紧加入我的这一个 channel， 先加入我的 channel 里面呢，就可以私信我的那个 Telegram 的账号。 OK， 加入我 Telegram 账号以后呢，可以在里面充值一个200块钱，就会加你到这一个宝宝牛牛的游戏厅了。OK， 进入了这个游戏厅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玩啦。OK， 然后你可以在我的私人号里面跟我说你是什么名字，这样子我就会知道你是谁。OK，
可能就从那明天怎么拿明哦，对，顺便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明天12点呢就有送这个100块的 credit 分数，所以呢你们可以赶紧，就说昨天已经是超多人抢，而且下一轮这个第二波也是会更多人抢，你们可以先注册好，注册好这个 Winbox 的账号，先跟住我的那个群里面，我有写到非常的清楚，跟着每一个步骤都做好，来准备好那四个我需要的资料，然后在当天12点准准明天12点发给我，就有机会可以抢到了这个，一定要12点哦，你们一定要在12点准准来才可以，不然真的会抢不到，因为真的很多人抢，真的是超多人抢，真的是直接100块，因为我直接是送到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这个100块去玩，然后也有人就是赢钱出来啊，他就是赢超过100块，所以啊他都可以提现了。好啦，我要下播了，大家100那可以提款吗？100你在里面拿了呢，你最少在里面都要下注最少100，有下注到100的呢就可以提现了。好好啦，晚安大家。晚安，明天记得抢红包哦，然后想要跟我一起玩宝宝妞妞的话就赶紧加入群组，然后私信我哦，晚安，下播了，下次见。